哦，我就是宇宙，原来我跟佛一样，无差无别。原来佛是有觉性，我也有觉性，那母娘给我的觉性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就会了解这一个。所以我说这个毗卢性啊，是母娘的大能量给我们一个小能量，但是我们有六大神通，也有跟佛一样能量，跟母娘也一样。 母娘有多广大的无边的能量，其实他给我们的那一颗的灵光，无极的本性的灵光，也跟他一样，有那么大的神通力，但是我们不知道。我说：“母娘有我没有啊？”我求母娘你给我智慧啊！母娘你给我慈悲，给我智慧啊！但是母娘说：“智慧是你要去修回来的。”所以我们那定位体，定位体都跟你讲一句话：什么叫智慧？ 身心大地，变身智慧。而我们身又不定，心又不定，去给他们拿求智慧，比方说，是你身心不定啊，智慧本来是具足的啊。身心大定之后的智慧即身解脱易容易容。所以你们经典，只要了解这部经的话，每一个人人都可以成真，人人可以成佛。啊，那我们讲这个经是很重要，因为这本经是我们姚子基母哦，开在我们那个堂主说60年来了。 一直把母娘经要把它讲得很清楚，让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。然后拜托你拜拜哈，拜他就不老。我说他拜我们拜了15年，后来他不拜了。我说你怎么不拜了？拜完了好可好考的好重，不拜还好，拜拜啊，拜来哈，他当这塞歪啊你，我拜拜啊，然后你去哪里？跑到密宗去了。啊，跑到佛教去了，因为佛教哈比较好，其实一样不一样都一样。 你跑到哪里都不一样，这个不难人量。所以不需要跑，你对这个经典你会悟透，悟透你还跑什么？这没有悟的人才会乱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哦，我们悟了母娘这个经典之后，你当下就可以成就，而且你真正要去悟到这个经典的话，你会觉得啊，母娘只跟我永远在，原来母娘在我的心，我都不知道，以为是母娘天子很远，我们没有，他说天微咫尺啊，什么叫天微咫尺？ 母娘这个天微跟你是很接近的，跟你很远，但你旁边而已。因为我们心一动，他就知道，所以一下感应到，啊，因为能量跟他一样，他马上一动念头，像你动念头观菩萨就知道，你动没有母娘就马上知道，所以天微咫尺，哈、哦，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哈、哦，太极分半之后呢，阴阳就出现了，啊、哦，由此呢，由无极渐渐落入了太极，所以啊，母娘经有讲一句话，我们具体有讲。 太极分判，天地万物，是吧？天地生万物之心也，有没有这句话？因为不没有不生不灭之道，是吧？而有不生不，只有不生有没有不生不灭的道理之理，在却有不生不灭之道。因为我们掉在什么太极分判，然后呢，一心动妄动，霎时落下尘埃。 我们那个念头动下就落下来，贪嗔痴落下来，所以落下来之后呢，就没有不生不灭了。就是它是不是这样？只有这个道理在逆修回去了，因为你已经在阴阳界了，所以这阴阳界啊，就是没有不生不灭的道理了。因为你已经堕入阴阳了嘛，但是母娘很慈悲啊，但是你也不生不灭，知道可以不要，就是这个定位解脱重点在这里啊，啊。 所以太极分派阴阳出现之后，由此派阴阳界落入太极，无极界落入太极啊，则有阴阳就有生灭了。所以母亲就说：天从无极中开，太极日月三台，一日月阴阳运转，人从阴阳而回开，或称男或称为女，皆从无极而来。我们都从无极而来的，我说那个灵光都从无极来的，所以这个就印证能量之母娘那个能量。 是佛的能量给我玩的哈，这从无极而来，只为中间一动，是妄动，啊，所以三山坡前妄动，八件宝贝都掉了，所以说你要回来把八件宝贝收回来，不然你就见不到我，好，就在这里哈。所以一种霎时落下尘埃，所以我们为慈悲堂有八件宝贝，有个德在，在这个无极老母的第四卷里头，这个十六经章有讲。 修行要同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八德先孝，八德根本不够，道不可修，他有讲这个，所以我们慈惠堂就弄个八德在，所以你要慢慢了解哦。母娘是叫你说八德俱全的人啊，才能够再到来修，就八德有亏啊，你再到炼丹是有亏的，不能俱全。
所以他说孝做得好，循官才能得；孝道做不够，循官不能得。他一一的来告诉我，那这个也要有时间再探讨哈、哦。先讲这个哈、哦，所以紫微中央一动，霎时过了尘埃，太极分判天地，深入之心也，血流满地，普脱如山，万物之作之灭也。而低问者，但有不入生不灭之道，而无不入生不灭之理。这也就是因为太极分判之后的，我们就掉下去了。啊，这五阳经就是从无极，我们是无极的，本来就是佛的。但我们现在在这段人间的，我们怎么回归？阳命归盘，是吧？还有什么？阳命归，这是让我们回归。那据依据，我们刚才讲那个依据，刚才讲完这个叫依据，列子天瑞篇。列子有个天瑞篇记载，不有形声音无形，故有太意，未见气也。好，万气之主，太初则气之始也，太始者形之始也。好，太数者直之始也，有直量的。太意生水，余数为一；太初生我，余数为二；太始生物，余数为三；太初生金，余数为四。这来自于列子把天的宇宙的形成把它记载下来。那我们认为这个跟我们了解很重要，我也把它了解说，知道宇宙跟我们是有相通的，我们能量跟我们相通的，阿母娘是跟我们相通的，给我们的灵性这么的宝贝，啊，这么的俱全，啊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，道经就约了，太一时期就称为龙汉水节，太初时称为炎康果节，啊，太始时期称为上皇木节，太初时期称为赤灵金节，啊，这是由上面这样来解释，大家就更清楚的了解了。那我说我们要讲这个经典以前，先了解母娘的宇宙形成之后，再来讲我们的灵性，这样的话大家会比较怎样？对这条道路百分之百的有信心。人讲东讲西讲媒体，我肯定听得到。啊，拜奉就对了。哇，我有啊，但是拜母娘，拜娘能不能一定回归？有不一定回归呢。我说有三种人哈，我这样讲一下哈。大概我们再把它擦一下，擦一个例子。有一个人说他在左佛教啊，那我说左佛教有三种，一个人是啊，说闽南有三种人哈，第二叫做什么拜佛，第二叫什么求佛，第三个学佛，不一样的。我们拜闽南一样哦，一个拜闽南最虔诚的，不够虔诚等于没得到。第二呢，求母娘，吼，伊足怕人求唔到嘛无甘愿。第三个，学母娘无歹个，无歹要学。母娘是慈悲，咱闽南人咱学母娘同款啦。学伊大慈大悲啊，但咱学袂到，咱单单发脾气，咱就赶紧收了。我拄仔讲讲，咱甲母娘闽南是一样，无差无别。你啊学母娘学到，你就收啦，你就转来。你学无到，你若要求母娘，想要求物件。然后大家都在闽南求东西，有谁愿意为闽南做东西、做事情？要为闽南做事，不是要在闽南身上得什么？而有很多信徒在闽南吼，看求好康的无，啊求的我来拜，求好无人干，我来买金，很多大家都会这样，那不对。闽南是要我们学这个道，去了解闽南的精神跟它的能量。那我们是无极的能量，我是无极的灵体，我们要跟他一样，他做得到，我们也做得到。我们在学母娘，发挥母娘的大慈大悲的精神，哦，一直那的层次的不一样，啊，我就认为这个也很重要，所以把那个拜佛跟求佛这两个都不能成就，唯有怎样学佛可以成就，唯有学母娘可以成就，那了解吗？这个观念上要搞得比较清楚一点啊，反正很多拜拜拜贵点，你都拜拜扣扣扣啊，就赶快来拜，他因为他在生灭法中求母娘。生灭法知道吗？生灭法中来求母娘，不是的，不是拜娘去求不生灭法。好，什么叫做生灭法？贪嗔痴不断，贪嗔痴爱不断。不生灭法呢，清净本体，由戒定慧除贪嗔痴，成就自己的果位。哎，这就不一样，不生灭法。那不生灭的东西在哪里？在我们的灵体，每一个人的灵体都是不生灭的。母娘给我们不生灭，我们去求这一尊的不生灭的灵光，你可以成道。但是你不求这，你就那一尊的佛，你求那个生灭，去母娘求那个生灭，永远都在贪嗔痴啊里头在埋藏自己。
拜登娘50年也没有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悟道啊，不知道说无极，我们自尊有无极啊，还去找外面的无极啊？我们自尊有一尊佛啊，拼命去找外面的佛啊，这都颠倒左啊！这样了解哈、哦？如果真的有了解的话，我们这样来修这个五常戒的路，让精神更好，我们家更好了。到底哈、哦，该更好端戒的，该更孝干啊？但他不是啊，都在计较啊，分别呀、啊。如果会到计较分别，就是生灭嘛。没有计较，没有分别心的，就是不生灭嘛。很简单嘛，因为每天在计较嘛，讲我上还是你下，我高还是你低呀、啊，我有还是你没有啊？讲这些东西都是生灭嘛，这个叫做阴阳界的生灭嘛，有你在阴阳的轮回中，不生灭法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子，就会把那个淡掉，那个争执是分别心的争执、妄想的争执心，把它慢慢淡掉，然后求那个不生灭法解脱，自信解脱回来哈。好，那这个大概也是言谈一下哈。那我们再讲下面的，由以上得知哈，宇宙的形成啊，这要做全部的解释哈。只有黑洞的水晶尚未有气的存在，经过41亿多年之久才成了火的元素。水经过火的混合才产生的气，犹如水蒸气一般的自然现象，又称为气之始也。在经过41亿多9年之后呢，才产生了木的元素，混合而成才开始有了形。然后呢，经过40亿多年的之久之后产生金的元素，这个阶段的混合的时空才有了质的能量。因为水有金无气，火有形而有火无形而有气，木无质而有形，金无体而有质。诸以上的四段时空演变，均称为无极。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无极老师金无？就是这样，为什么要挂个无极？别的地方都挂不了，连佛都不能挂无极，佛还不能挂无极，佛只能讲佛，佛我们也是佛啊，我们也是佛啊。但是问题是，佛是把我自己变成佛而已啊，但是我们给我们本来就是佛啊，所以我有没有觉呀、啊？啊，好啊，一句话哈、啊，来，我讲心。转物即同如来，跟如来一样，心物转心，物转心是名众生。若万物的东西转你的心，你就是众生。你心能够转物，不执着，你就是如来。他说如来跟我们众生是没有差别的，是在一个境界的差别，这样懂吗？思维上的差别而已。还有一种叫做背成合觉，背成合觉就是佛。还有背觉觉性，合成，合你的成，贪爱这个成跟成合在一起啊，比如背你的觉性，这叫众生。所以佛跟众生也是一样，只是观念的差别而已。他觉一个是迷，觉跟迷的差别，其实我们本来就是佛。如果我们不要再去找佛，因为我们本身有尊佛在，所以我们如果在拜五堂，就把我们的佛本来面目找出来，零零透透找出来，那在哪里找？定慧解脱，不定慧不解脱是找不到。那等一下我是精彩在后面的定慧解脱啊。那我们大概也这讲了一下，就是在白讲未见体的宇宙光明具备的气行值，又有太一太初太始太数的时空之分，虽已经具备了气行值，但犹未分离。故称为本合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无天无地，清浊未判，犹如无物。太一变而为一，叫做太初。离尽化三，状如鸡卵。上气曰玄，中气曰元，下气曰实，是为也。玄元气三气，这个玄元气三气叫做什么？叫做天地之尊。天地怎么来的？是由这个三气，上气曰玄，中气曰元，下气曰实。所以有人讲玄元圣祖就在这里哈，玄元始，元始天尊玄元哈，啊，所以玄元始这个三气叫做啊，叫做天地之尊。那以天地之尊，这又以三气化为九，叫做太数。这个九气呢，就隐于虚空之中，到三气开光，太极形成，精气就激扬而为天，这泥质积滞而成为地，九气列阵。九气列阵是属于西王金母是九气。因为位于西边，这个是位于西边，位于西又叫做金，所以西王金母
所以基奥金属是一个能量，是金的大能量，是我们佛性的总能量。它的我们灵质的能量是由它这边来的，不是不灭灵质能量由它这边来的。所以我们人怎么轮回，那个灵的佛性一定不一定永远存在，连这个什么胎卵丝嘛都存在。所以众生都有佛性，是来自这个能量。好、哦，所以为什么有西方净土，是因为它是西方，这个东，啊这个北，这个南嘛，啊这个西方，啊西属金，所以西方净土这样名称来。那又称无极，这无极瑶池西方净土就是这样来。瑶池是清净本体，你看瑶池的叫清净啊，无量嘛，无无量嘛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就是。他是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人死了之后很奇怪啊。以前古代的人还死了之后写一个嫁很什么，嫁很瑶池那边嫁完，因为你爱牙来呀，我等你啊，爱等也没等，大部分那么无等，大部分那等个轮轮回去啊，等个天龙地啊变轮回啊吼，要等个吃爱定罪解脱啊，无定义介绍嘛袂当等哦，好，所以要学哈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哈。所以九天列圣之后，日月星辰、阴阳五行、人寿品物均受其生成。所以我们是谁给我们的？是母娘。母娘是演化日月星辰，也演化了阴阳五行，也演化了人寿品物，就借这个灵气来养成。所以三气为天地之分，九气为怎样？万物之根。所以咱不能讲灵根九六，要听给我。灵根，那个灵我给你的啊，灵根啊，所以万物之根啊，万物都没有离开它，所以啊，众生都有佛性，众生包括胎卵丝嘛，都是众生啊，都有佛性，都在这里、啊，万物之根。啊，了解这个的母娘的之后呢，我们对母娘的跟我们的灵的互相的互动，非常的明确，也非常清楚啊。那这样的话，看能不能修成不生不灭，能不能解脱，就要看自己的功夫哈。啊，这个有一个无极文，无极图，这个立冰洞的哈。混沌时期是个妙无圣君，玄天上人，啊，这个是万气之主。再来，他画一下哈，啊，这个一二，二在这里嘛，啊，太一的时候是，啊，水劫，啊，再来第二，啊，这个有五个嘛，这个产生的太极，这个不用看的哈。啊，第三个阶段，一进化三阶的演化过程。一进化三清，先天主气就叫做原始主气，又叫做先天一气。一气分为化好一三：一原始天尊，二灵宝天尊，三道德天尊。啊、哦，这个、一个在欲清圣境，一个在上清天境，一个在太清仙境。啊，一个清为天、雨于天跟大士天。啊、哦，这个叫无形天尊、天宝天尊，无始天尊、灵宝天尊，叫半形天尊、神宝天尊。这个在道教就有。啊、哦，这个我们大概念一下而已。三位天尊统称为道。而其称为三清，是宇宙最高的神。而每位天君相距各历七千余劫，41亿多年，各说经十二部，分为动真、动玄跟动神，合称为36部分。好、哦，而传于后世，广度群民。三清化身为诸天，生天、生地、生人、生万物，以无生有，五劫太古，是龙汉、炎刚、上王、赤明、太王。不有太一、太初、太始、太始、太提的时空的之分，啊，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了哈。再来，据太清预测云：习在象地之前，空洞自然之中，有百千万重的正气为万气之主，结合化身为妙如圣君，亦尊称为大龙云之尊，自然如妙如哈，这个是妙如上帝为万气之主，所以称道生一也。炎康邪甲之先，大患信札之血，百千万重的真气，由正气转为真气，再由正气转为什么气？道气。由妙如转为什么？妙是真君，转为什么呀？妙空。妙空之后再转为妙有，所以修行要从妙有先修到妙空，妙空修到妙如。所以你看，在那个清净经就讲的，如无亦无。对，空中没有这无也无，这妙无就在这里。所以我们他这个也是讲我们的灵性从道气升为真气，真的升为正气的。啊，这有三个地方，这个都是随你的灵光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他这个含义在无灵啊、无灵元老君哈，这个妙有上帝，这叫二生三，三生三。所以呢，
玉经跟太上经跟太经，这个叫做无上道宝尊，这叫太上经宝尊，这叫玄上师宝尊，叫道地师。所以咱道教来就用拜道地师为三宝，佛教是以讲佛法僧为三宝。那现在来讲，不管佛也好，道也好，在我们来讲，修行人是比没有那么大的分别，但是在派别有分别。派别是说我假不你，我就用假不你假的，我就邓铁喝啊。但我尊重你佛教，我尊重佛教，我不批评你啊。那我还尊重你的好的经典拿来用啊。所以我们刚才有三教圣贤都来拥护，为什么三教圣贤拥护？你如果说你拜佛母娘这条，你骂你那佛教，对不对？不对哦，母娘会伤心的，因为三教圣贤都来拥护他，他要叫你去骂没有啊？这告诉我们度量要宽广一点。好、哦，我们的派门就是我们派门，但我们要分别心。好、哦，那我们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哈。云、哦、集今天有太清净有九仙，啊、哦，上清净有九真，啊，云清有九圣。啊，今天我们第一节课先讲到这里。好好好，请大家起听。好，向老师鞠躬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Taoist Masters is a manual of Taoist training written in the form of a popular novel. The Taoist Sages, 七真史传第一回卷上，连贫困偶失策也。好，咱今麦要讲这个七真书传吼，这个七真书传吼是咱电视与网络弘法节目。道场即在家里，让您透过电视与我们一同修真。弘法节目急需您的赞助，我们的划拨账号是户名陈文宪，邮局代号700-244-1440-0611-010。全真仙宗道场坤元观，弟子。桃园县平镇市环南路二段27号6楼，电话03281115。